干净利落，有那种经常有那种连珠炮式的进攻，让对手难以招架。对对对，不开张，现在。突然的。哦。刚是。突然的一个改变方向。好的，六分。漂亮。最终。嗯。啊，有的年轻运动员对这些优秀选手呢，将进行的是双打的比赛。杨慧晶将继续参加双打，她的搭档是周一涵。这个球连续的多拍啊，漂亮，豁得出去。是，现在已经来到赛点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刘诗雯能不能够拿下这一分。果然